现在长大了呢，哦，对对对，现在长大了，对不对？快要比我高哦，厉害！
善良的，我是因为鞋子高，我如果脱下你没有穿鞋子，不公平了，我作弊了。没关系，你不要再涨了。而且声音还是很好听，有没有一点那个变声期？已经变声了，已经变好了。对，变好。因为你六年级的时候来，应该就像那个小女生一样的声音嘛。上次来的时候，比较高，比较高。对，声音比较高。现在就比较越来越像男人了哦。男孩，现在是男孩。男孩了哦。那什么时候才变男人？我不想那么快老。你骂谁呢？没有。你看我干什么呢？没有，我看你花。你眼神有少我一秒。你看二楼在干什么？看光啊！好吧，其实这个不重要。再次，三年内都没有再来吗？对。哦，为什么？其实这一段路因为修的那个自己学业的关系，所以不想耽误到，所以就。只是我这次来，我很感谢那个不管是老师啊，这场比赛对于我来讲，我曾经那个不是重点，而且我觉得问题也不在重点。我觉得这一次让我很想谢谢这个比赛跟老师，是因为我在这段过程里面找到自己的感动，然后学会的是不是把一首歌唱得很好，而是如何让自己真正的从内心发现出来，为着我们自己也为着我们自己的文化。太棒了，年纪轻轻的，我们常常在讲年轻人，对不对？草莓族、月光族，这个有时候都被媒体过度放大跟解读。其实我们还是一个非常乖、非常努力，而且非常懂事的孩子。那这位老师教的好，哎，乖。老师现在应该有在网路上在看，对不对？好、哦，有没有？会给我倍感压力。会倍感压力，表现得很好啊！你怕什么？谢谢，对不对？好、哦，加油，加油！好、哦，记住我刚提醒你的事情哦。什么？不要再长高了。三年后来，我要这样子。可是我需要长高吗？真的、哦，好了，你回去吧。好了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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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下次见喽。哦，不要再等三年了。希望他的老师多写几首歌哦，让他每年都来发挥一下他的发自内心的歌声。紧接着我们要听的这首作品是来。